我知道，他比我年轻，比我对这个世界更加充满希望。他有在乎的人，有美好的青春和未来。 烈火荒漠，他应该有更好的未来。什么未来？就算烈火灼烧也好，本身虽苦也好。太去送死！你也去吗？我不想一直做一个没用的人。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，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只要能够守护他。 这样一个重要的人之后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感觉了。